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！寒假快过完了，我们要分一下我们的共笔分组。这边是大家选填志愿的情况，还有两个同学没有分，我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先分组。好嘞。根据志愿的选填情况来看，工位的人最多，然后原本大家提出的人数是比较少的，那加起来总共75，我们班有83个，所以我就把每一个组都加了一个人，原本是韩组长，我现在把他变成不韩组长的人数，然后在工位再多一个的话，我们这样子就符合全班的人数了。那其他这几组人数都算刚好，所以填第一志愿的人都可以直接过去。我们先分口胚的，第一志愿口胚的有这些同学，所以这些同学就可以到口胚去。工位太多，等一下要分。这些同学去亚太的组，这些同学去生化的组。下面是微面的组。好，我们来分工位的。工位只需要4位同学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用乱数选出前4位，从数字最小的开始，复制贴上纸，我们来排序，从小到大排序。最小的是胡嘉轩，然后选4个，江俊汉、萧凯伟、廖玉轩，这4位是到工位组去，是这样子的。那接下来因为工位已经满了，我们就来排第二志愿吧。排一下。好，这也可以删掉。第二志愿的话，还蛮多人填口胚的。我们口胚还剩多少人呢？剩2个。还要乱说一下。那亚太呢？亚太刚好还可以，亚太够，所以这4个人先到亚太来，他们已经中奖了。我们看一下亚太还剩多少人。20人，20人还有10个可以到亚太。那生化的话，19人，我只要20人就好。现在还要乱说一下。工位的话，不是讲错了，微棉的话还够，所以这些同学就可以到微棉组去。OK， 看看微棉，微棉还缺7个人。好，回去看。那我们先来乱口胚的好了，口胚还差2位，所以我们就乱数口胚的前2位就好了。复制贴上。前2位是彦辰跟李志凯，所以恭喜他们去口胚工笔组。好了，然后接下来是生化的，生化只要在1个，所以再来乱数一次，乱数。
贴上纸，排一下大小。最小的是红诺，所以红诺和，对，我只要一个而已，所以生化20个人，全满，OK。那换第三志愿来排，第三志愿的话，我看看。哎，哎呦，那这样好丑，把空格删掉一下，空格，把第三志愿这边排一下，有两个填口胚的，我看看口胚，哎，口胚已经结束了，所以这两个没有办法填。那亚太的，我看看有没有空位，10人好像有。第三志愿亚太的，就到亚太分组去。然后生化就不用了，因为都满了。这个是位面的，位面的还有空位。那。所以第三志愿都已经结束，现在换第四志愿了。我们以第四志愿来排序的话，有一位填亚太的邱新婷，那我们就直接给他亚太去。然后第四志愿大家都填维冕，可是我们维冕还剩多少空位呢？我看一下哦，维冕18人。还剩6个空位，我们就乱数前六名的好了。前六名的就可以到位面，复制贴上纸排序。最小的前六名有这些人，恭喜到那个位面组。好的，维冕组现在已经完成了。看一下，生化也完成，亚太好像还缺的，我看一下。亚太20人，还有6个。我们去发现，这里刚好还有4个耶。好，这些就是亚太组的。那还有2位同学没有填志愿，理所当然也是亚太组啊，是那个。陈一山和是谁啊？看看谁没有填？杨玉成，所以是杨玉成。所以这两位，恭喜都到亚太共比组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分组的情况。志愿表已经全部都填完了，都清空了，所以维冕有18位，加共比组长是那个林乔跟婉容，生化共比组有20位，共比组长就是在下我，亚太20位，共比组长是玉德，口胚有14位，共比组长是剑。俊生跟那个忘记了，先叫什么名字？哎呀，忘记了。我知道人，可是忘记名字。黄文君，对对对，名字跟我很像，就忘记了。那工位有4个人，组长是最帅的林逸轩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共比分组的情况。我会把这个。公开公布，好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开学再见，拜拜。